20块钱吃点啥呢？20块钱，来碗抻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宋小宝！哎呀妈，我老喜欢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宝哥，咱俩照个相。行行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上这儿，来来。行，好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你往那点。哎呀！妹儿，你呀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这体格，咱俩坐这一凳坐不下。来，坐这儿，来。那我搭俩边儿吧。哎，这边你坐实了，你坐实。哎哎，你坐实。哎，宝哥，哎，猛点啊！一二三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再来，再来啊！一二。谢谢宝哥啊！谢谢你。我发微博行不？行行行。那我圈你，你转发。那你叫啥名？大脸猫。行，那我给你转发呀，都给你转发呀。谢谢宝哥，拥抱一下吧。好好。谢谢宝哥，哎呀妈，太高兴了！哎呀妈，遇到宋小宝了。小宝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也认识我大爷？电视上总看到你呀，尤其是我老伴儿，啊，他特喜欢你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姨多大岁数了？今年60多了。60多呀，哎，还喜欢我呢。哎呀，每次看到你呀，把他乐完了。哎呀，那太好。哎呀，你回去代我谢谢大姨啊。哎呀，他要是今天能知道你到这儿来呀，得把他乐坏了。咱，改天来的，哎，有机会跟他照张相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们也挺累的，多点点好吃的啊。好吃啥呀？今儿出门忘带钱包了，就带20块钱，凑合吃一口吧，节俭。哦，行，节俭点好，节俭点好。行，你忙的。哎，我忙去了啊，忙。哎哎哎哎。